亲爱的交大，春暖花开，鸟语花香。我喜欢美术，所以希望既能将交大留在记忆中，也能定格在画笔下。希望我们能够在此次磨难中有所成长，在此次磨难中能够昂扬奋起。疫情它只是短暂的，但我们人心向暖它是长久的。相信疫情终将过去，未来会更加可期。江海茫茫，不要着急，一定要耐心等待，因为我相信当我们在想念交大的春天时，交大的春天也在想念着我们。在我们最后的这段聚焦的时光，我想就让我们鼓足干劲，用我们最强的力量和交大这所学校留下更多美好的故事。